馆推出了最新的情侣海报拍摄活动，参与者的海报将在线下橱窗进行展示。我们还开放了投票环节，最受欢迎的情侣海报将获得本照相馆精心准备的特别奖品。此外还有专属的潮拍馆代言人边框送上。偷偷告诉你，我们这次的拍摄主题是校园。猎人小姐姐，你理想中的校园情侣是什么样呢？想不想和男友重返18岁？谢谢猎人小姐姐，我们一定会把你和你的男朋友拍成最闪亮的校园情侣。重返校园的感觉好像还不错，毕竟拍照的时候有人怎么都收不住嘴角，现在也一样。我也想和18岁的你一起在校园里散步，一起上学，一起写作业。也许现在就可以补上，有你在的校园生活呀。不如来做个游戏，顺便为之后的海报拍摄找找灵感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扮演同班同学，谁先露馅可就输了。完成一件总还来得及吧，就选一件学生时代你最想做的事。铃声响了，同学，再不回教室就要迟到了。怎么一直盯着我？同学，黑板可是在前面。你是刚转学来的同学吧？你好，我叫齐玉，是你的同桌。他确实喜欢。他骗你的。嘘，上课的时候不要交头接耳，有什么话在本子里说。要是那个时候就和你做同学，我可能会用小纸条跟你说，放学后能不能陪我买画笔，或者要不要喝汽水，下课一起去。也可能是今天心情不好，想你陪我去学校里我最喜欢的地方散心。不愧是我的同桌。
我们去天台看落日吧。我倒是更喜欢你眼中的夕阳。现在，我们应该拍一张真正属于我们的校园照片。三、二、一。不算。也许，这就是18岁的我在这样的傍晚，想对你做的事。哎，你们是几班的学生？学生放学后不能上天台。抱歉，我们现在就离开。是很有趣，不过，好像有人已经输掉了游戏。那我就要求同桌允许我今晚送他回家吧。既然我们还穿着学生制服，不如……我的同桌总是和我这么有默契。这很难有答案。和你拍的每一张我都喜欢。为什么喜欢？有没有可能要我那样看着你，心跳不快才不正常？所以，我拍照的时候这么用心，你打算给我打多少分？学校里得到满分的学生，一般都会有奖励。奇遇同学也会有吗？一起手工 DIY， 这就是我想要的奖励，也是写在清单里的100件事之一。欢迎光临，两位同学是想要体验粘土制作吗？啊，我们这里有双人的套餐价哦。我们想一起制作对方的粘土形象。很好奇我的同桌会把我捏成什么样子。怎么样，像你吗？没关系，不是有我吗？同桌之间本来就要互帮互助，而且只要是你亲手做的，我都会喜欢。这位同学，不要走神，我的鼻子快变成匹诺曹了。你要不要再靠近点，好好看看？我的鼻子到底什么样？这样看得更清楚了吧？
怎么了？同桌，你这算不算作弊？用增加醒目特征的方式来代替整体，这样任谁看都会说你捏得很像。啊，你可真会写满分作业。我们这里还有拍照的服务，两位要不要和做好的手工一起合影呢？好啊。和你一起努力之后，这只小人明显更像我了。擦掉了就不够像了，快来。看镜头了。同桌，明天也一起放学回家吗？授权照相馆继续展出你们的海报一个月，这次的校园风格太适合你们了，海报一经展出帮我们吸引了不少顾客。为了感谢你们的授权，欧头特意准备了礼物给你们，这是拍摄期间的彩蛋视频，二位可以回家一同欣赏。嘿嘿，两位以后要是经常来光顾，欧头升职加薪不是梦。不知道这里下一次的拍摄主题是什么，到时候应该让欧头发信息通知我们。这个问题应该问问让我上瘾的源头才对。他感兴趣就行，不过我也不知道他理想中的校园生活是什么样子。交给欧头吧，你放心，欧头不会说出是你让我来找猎人小姐姐的。看来我在表演方面也很有天赋，其实我也只不过是比你早一些遇到这个小机器人，你也知道他多会推销。还准备了一些拍照姿势，不过也没全用上，比如，我看那些校园剧里都会有这样的镜头。为了和你做一次像模像样的同班同学，我可是做足了功课，这次可以拿100分了吗？又不是比赛，我的同桌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摄影是捕捉瞬间的艺术，而绘画可以从无到有的创造。虽然听上去绘画好像有更大的空间，但偶尔这门艺术也需要一些支点，比如，通过摄影捕捉的和你有关的瞬间，总是会成为我灵感的源头。